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见到你笑，灰暗的天空变得晴朗，跟着你笑，幸福充满整个心房，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学习拥抱分享亮光的灿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自由却不是方向，飞得高看得远，去感受世界的美好。是神奇的舞蹈，旋转出生命的美妙，有了伴一起跳，才能发挥出力量。见到你笑，悲暗的天空变得晴朗，跟着你笑，幸福心房，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学习拥抱分享亮光的灿烂。生的恩而成佛到这个世间给我们说法。那什么是法呢？法就是简单的说让我们离开痛苦的方法，就像我们去医院一样，我们去医院最主要是要找医生看病，护士帮助我们，那最主要的我们是要拿到药来回家自己吃。所以佛陀像医生，佛法是我们生命最好的药，那我们大法师就是佛陀最好的护士，来帮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也可以说佛陀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导师，那佛法那就是一条要得到解脱快乐的路。那僧伽我们出家人是我们在修行的好朋友，帮助我们的人，就像我们华人很喜欢拜弥勒菩萨，特别我们这个寺庙叫弥勒寺。有一次有一位大法师就问那个胖胖拿着布袋的弥勒菩萨说，那你拿着布袋请问佛法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弥勒菩萨就把袋子放在地上，他没讲话，笑笑。然后这位法师又问弥勒菩萨说，那佛教的精髓是什么？然后呢弥勒菩萨又把袋子背在肩上，哈哈哈哈哈就走掉了。那各位就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弥勒菩萨把布袋放在地上，
那就是我们佛教的重点，叫放下，放下，不要执着这个自我。那弥勒菩萨把袋子拿起来，代表什么意思？把众生的痛苦烦恼背在自己的肩上，哈哈哈，不怕苦的去帮助众生。就像各位，我每次看电视，我们越南的居士都穿了灰色的这个衣服，这个灰色的衣服在我们佛教也代表一种放下。你不穿漂亮的衣服啊，不代表男人女人啊，要放下自我。就像我们法师穿的这个海青，也代表一种智慧，一种放下。那法师穿的这个袈裟，那华人喜欢穿红色的，因为这红色是地藏王菩萨设计的红色袈裟。这红色的这代表慈悲，要把众生的痛苦背在身上。就像我们法流大法师也穿一件背在身上，这里面放了好几块，代表各种不一样的众生都背在你身上。所以也期望各位要发愿说，你也要穿法师的袈裟，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承担众生的痛苦。所以各位要念一下，放下就解脱，慈悲才快乐。放下什么？放下自私，放下自己，这是佛教的所有修行的重点。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敌人，我们要征服自己，要消灭贪嗔痴。所以佛教讲禅就是空性，没有自己你才能够快乐自在。就像我们出家人理光头，为什么要理光头？就是要把这个我的骄傲消除掉。你看我们大和尚大法师，他看起来像国王，他看起来像博士，他为什么不去赚钱？因为他要征服自己，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唯有征服自己，调伏自己，才能够给自己跟别人跟众生带来快乐。但是我看到很多来修行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女众。那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女孩子修行人比较多？因为女孩子比较苦。为什么比较苦？因为有感情，所以很痛苦。所以自私的感情是痛苦的根源，唯有没有私心的慈悲心才能够得到快乐。这个就是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意思。但是我发觉很多人来寺庙拜拜，一直求观音菩萨，就是希望老公对我好一点，赚钱多一点，儿子乖一点，都是用很自私的心态来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很痛苦啊。像我自己，我是35岁出家，我有结婚，有生过小孩，有做事业。当我拥有这些所谓金钱、家庭、爱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特别跟越南有关系，因为我那时候我跑到越南胡志明，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我有一点钱，结果我在路边喝了一瓶可乐，结果可乐太多喝不完，放在旁边，有一个小孩子就一直看我，我就知道他想要喝，我就把可乐给他，结果他给他以后，他没有马上喝，他马上很高兴的拿给他爸爸。哇，他爸爸替他高兴，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乞丐。结果他爸爸就叫小孩子先喝，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就觉得很惭愧，虽然我那时候有钱，但是我只爱我自己的儿子，但是我发觉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可怜的小孩，甚至连可乐都没有得喝，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惭愧。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研究佛法，不过重点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痛苦，都是我们这个我，我的先生，我的身体，我的儿子，这个是种自私执着会让你痛苦。解决痛苦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别人的小孩，帮助贫穷的人，那才是帮助你自己最好的方法。所以我慢慢看到佛经，我就了解出家的意义了，出离自私的爱情，出离自私金钱欲望的占有，那你的生命才可以自由。所以简单的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子很乖，
那我们多去帮助别人贫穷的小孩子，你希望你的爸爸妈妈很健康，我们多去帮助那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甚至就像我们大法师一样，那么成立这么好的道场都是为了帮助众生，那各位也来帮助，所以透过帮助别人帮助世界，那你就帮助了你自己。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今天能够坐在各位面前，各位是越南的菩萨，跟越南一定有关系。所以我第二次去胡志明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点想要出家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胡志明睡觉的时候做到梦，梦到我碰到我师父，他叫我出家，我那时候就很高兴，哎，我好像可以出家了。因为我也是在胡志明发起那个自私，我不能光爱我的儿子，我应该去关心更多贫穷的小孩子，这才是我发心要出家的意义。但是那一次我去胡志明是带了很多做生意的男人去那边玩，玩什么？他们要去吃那些活的海产，叫山产，他们要去找那些女人睡觉。而我是个吃素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直念观音菩萨，一直念观音菩萨，希望他们不要去杀活的来吃，希望他们不要去喝酒乱对不起他太太。结果我念了老半天，他们都没有去吃，他们说晚上有鬼来找他，不敢，也不敢去外面找女人睡觉。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哎，念观音菩萨很管用。所以现在想起来，时间过得真快，我那个时候在胡志明到今天已经35年了，所以一下就过了，而且我现在已经61岁了，但是想法还是没有变，自私是痛苦，唯有帮助别人，唯有帮助众生，慈悲才是快乐，这样一直在念观音菩萨。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师父修哪一个法门比较好，念佛啊，禅宗啊，看经典啊，修密宗啊，哪一个好？那是我永远回答，慈悲就是最好的法门，慈悲才是我们的宗教。那什么是修慈悲心最好的方法呢？那佛陀给我们说了，众生都是父母，所以各位修慈悲心的人，你跟一只狗、一只鸟、一个人、一个黑人、一个白人见面的时候，你要从内心里面把它当作他一定是你的爸爸，他一定是你的妈妈。慈悲就是妈妈跟儿女碰到的时候叫慈悲，所以做妈妈的看到儿子女儿，你马上会想要去抱他，对他好。所以慈悲不是读书来的，慈悲是一种直接的感受。所以各位，如果你要修慈悲心，你要念观音菩萨，就祈求自己能够去关心对方，能够去接受对方的苦，要升起那种感受，甚至会掉眼泪，那这样才叫修慈悲心。就像刚刚大和尚提醒我们修慈悲心，因为现在加州正在有火灾，有很多人房子被烧掉了，我今天看报纸已经有70几个人死掉了，还有1000多个人失踪。那你如何修慈悲心呢？你要把那些人都当作我们的家人，那个房子都是我们的房子，而为他们念大悲咒，求观音菩萨加持。那我希望各位这几天多用水，多用水观想观音菩萨在空中，因为观音菩萨喜欢洒甘露，你一直观想观音菩萨在洒甘露，希望那个火灾消除，希望往生者得到超度。所以所谓甘露水，事实上是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因为观音菩萨看到众生苦而会掉出眼泪。所以我们修慈悲心的人要修到让自己很容易掉眼泪，去感受到对方的苦。所以大乘佛教的修行就是发愿祈愿，我们要祈愿自己对每一个生命，不管你是伤害我的，我都要保持慈悲心。为了如此，我一定要放弃，而且绝对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生命嫉妒生气去排斥他。如果你去嫉妒生气排斥他，那你就失去了悲心，你就失去了佛法。但是慈悲心是一种责任，而
不是讲在嘴巴。慈悲心是一种承担。像各位来美国，你移民到美国，你的朋友问你，你移民到美国干嘛？我要去救美国，美国的苦都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在美国修慈悲心。你要告诉你自己这样。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越南的菩萨最喜欢拜观音菩萨，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去越南，因为越南很多苦，受了很多苦，战争的也好，贫穷的也好，各种的痛苦，所以越痛苦的人越喜欢拜观音菩萨，也越痛苦的人越容易修慈悲心。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要救苦救难，首先一定要先受苦受难。所以各位，你还是要经常让自己去受苦，你才可以感受到众生的苦。所以我这几年有来美国走一走，我会发觉，老实说，现在在美国这个地方，欧美国家还真需要靠我们越南的菩萨。因为我们越南的菩萨听说在欧洲美国有600多个寺庙，而且大部分都愿意修观音菩萨，大部分都愿意修大悲咒，因为这个世界也唯有慈悲心可以救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不怕地震，不怕火灾，不怕战争，这个世界最怕是我们人类失去了慈悲心。但是也唯有我们大家在修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以慈悲心做修行的重点，所以希望大家要很认真的修行。为什么？为了这个世界，为了众生。但是你要去慈悲众生，首先你要调伏自己。所以观世音菩萨，各位念心经也叫观自在，你必须能够征服自己的我执、自我中心，得到自在，你才能够自由自在的去观世音，去帮助众生。所以所谓菩萨是把所有的生命，包括一只小蚂蚁，都放在头上的人，就像观音菩萨把阿弥陀佛放在他的头上。对观音菩萨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他头上的阿弥陀佛，他要这样去尊敬对方，尊敬众生。所以我在这边要交代特别各位女菩萨，你要从内心里面尊敬你的老公，你才有在修行。所以有一句话，如果你把你的先生当作阿弥陀佛，那你不是住在极乐世界了吗？如果你把你的太太当作观音菩萨，那你不是永远在被爱吗？重点是你看不起对方，你不尊敬对方，你就得不到佛法的快乐。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越南的女生比越南的男人还厉害，但是脑筋好的人更要能够去承担别人的苦，那我们的好的脑筋才会变成一种智慧。因为我发觉我在台湾，很多越南的女众嫁到台湾来，她们都做得很好，吃苦耐劳，卖餐厅卖菜，她们什么苦都可以受，所以佛教要靠她们。不过我也发觉很多女众菩萨到寺庙来，很愿意做义工，很努力做，做得很快乐，但是回家都不做的。所以现在一个重点，如何让你的儿子孙子也很虔诚的来拜佛。你不能说你怎么去信其他的宗教，是因为我们做妈妈做爸爸的没有把佛法的慈悲心智慧表现在你的人格上面，而不是你的宗教，那对方才会觉得哦，学佛很好，不然我们这个传承会断掉。所以各位要把慈悲当作修行的戒律。那如何符合慈悲的戒律呢？那你就不能生气，不能自私，那是你的戒律，不然你会做不到。所以所谓慈悲，就是要做所有众生永远的仆人，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让他们都离苦成佛了，我最后一个才成佛，让他们都离开地狱了，我才离开地狱。那你要有这个决心。就像那个时候我
33岁开始想要出家，35岁出家。当然，我发觉在台湾出家很痛苦，因为家人没有人会同意你出家的。但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同意呢？所以我的师父就告诉我们，你这两年天天孝顺你爸爸妈妈，孝顺你的太太，把太太当妈妈孝顺。然后呢，对你的公司员工都很好，要对他们很慈悲，那你就有可能会出家，他们也会让你出家。所以修慈悲心必须把所有众生都放在你头上，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而且这些父母他们将来都可以成佛。对佛陀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未来佛，所以佛陀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我们也要用佛的心态去看所有的生命。特别各位来到弥勒寺，弥勒菩萨他把所有众生都绝对的平等的去供养他，所以弥勒菩萨成佛第一条戒律就戒定不能吃任何肉，你吃任何肉你就没有慈悲心，所以因为众生绝对平等。所以我想各位来到寺庙也都应该是吃素的，那我想吃素不是为了健康，为了健康不是佛教，吃素是因为我们尊重所有生命都可以成佛，所有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因为有这个慈悲心而吃素才正确。但是也不要因为自己已经吃素了就有一点骄傲，只要这个世界有人在吃肉，只要这个世界有一只动物被杀，我们都觉得心里很痛，那你才这样才是修慈悲心吃素。也因为有慈悲心，所以我们才要想要成佛，因为慈悲心而想要成佛的心才叫菩提心，如果失去慈悲心根本没有必要成佛。所以要修慈悲心之前，各位要先修忍辱，就是不能生气，不管对方如何伤害我们，我们永远原谅对方，还不能够放弃对方。那佛教最高的忍辱这叫智慧，根本没有一个我在忍辱，所以佛教用禅用无我的智慧把这个我完全消除掉，只有众生没有我，这才叫最高的忍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一个单独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我而存在，那事实上各位你要经常去思维，没有太阳你可以活吗？没有水你可以活吗？没有树你可以活吗？因为树给我们氧气，我们给树二氧化碳，所以这个世界是互相依赖，没有单独的存在，要多这样去思维。所以佛陀要我们修慈悲心，首先要感恩一切，因为所有的存在，花也好，树也好，美国人也好，黑人也好，都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助缘，像妈妈爸爸一样，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开始而去孝顺所有众生才叫慈悲。所以佛教的智慧叫空性，空不是没有，空是原来所有人所有众生所有世界都跟我有关系，你要跟所有的人就像跟他产生父母的关系，产生子女的关系，这个叫思维空性。就像一个人他曾经车祸流了很多血快死了，中医到医院有人捐血给他，他才活过来，经过了5-6年有人跟他说，你当初快死了有一个人捐血给你，就是那个人，那你就会抱着他哭，这个叫开悟。哪一天你思维空性而知道说，原来离开对方，离开那个黑人，离开白人，没有我的生命可以存在，这个叫开悟，你自然对他慈悲，自然对他感恩。所以住在你隔壁的，帮你开车的，端个饭给你吃的，在路边看到的那个人，你看人家到他都你跟他有缘，你要相信学佛，各位可能还没有，我们没有智慧，但是相信佛陀说的，众生都对我有恩，众生都做过我的父母，你要这样去相信。就像我的师父以前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在美国投胎好多次啊，
你在美国有爸爸妈妈，那我就一直往美国跑。后来又跟我说你在缅甸也有妈妈，那我又去缅甸跑。后来我就说你不单有妈妈，我真的都会碰到我那个妈妈，她看到我就会哭。所以我跟我师父说，哇，哪里都是妈妈。我师父说你快开悟了，没有地方没有妈妈的。所以我师父给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吃得到的肉都做过你爸爸妈妈欠你债，不然你吃不到他的肉。所以我想佛教的智慧，他就让我们去了解真相。哎呀，原来帮我开车那个男人做过我爸爸，原来我的老板，哎呀，也做过我父亲，怪不得对我那么好。原来你娶的太太是你过去的妈妈，你嫁的先生是你过去的爸爸，怪不得对你那么凶。或是你的儿子，原来你的儿子是你的老公，所以你爱儿子超过你先生。所以佛经也有说，什么叫女儿？爸爸的情人叫女儿。什么叫儿子？妈妈的最爱的情人叫儿子。什么叫冤亲债主？你的兄弟、你的姐妹，有时候反而是你的仇人。但是各位了解如此，那你欠他债，你要心甘情愿地还给他债。你执着他，所以他才会来做你儿子女儿。你要学习放下他，不要一直在执着他，一直很爱他。所以轮回，各位要相信，你虽然结婚了，结果你又看到一个男神，你很想跟他多讲两句话，没错啊，上辈子你的先生啊，只是你不要执着，你一执着你就会痛苦。所以我要说的是，自私的感情会让我们痛苦，被绑住了，必须把这个自私的感情变成一种平等的爱，叫慈悲，我们自己才不会痛苦，也不会制造别人痛苦。所以各位，你要开始练习修慈悲心。譬如说你住在家里，看到外面有人走过去在十字路口，你就要为他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你要开始学习去用心去爱他，慢慢你自私的痛苦就会减低。所以各位，不管你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首先你要有个动机叫慈悲心而去念。你千万不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跟我讲话，阿弥陀佛我在念佛，不要吵我。那你根本跟佛教没关系。所以什么叫佛？佛就是绝对平等。各位记住，你怎么对待佛陀的，你要这样对待一只小蚂蚁；你怎么对待你儿子的，你要以这个方法去对待所有的生命，这个叫佛性。所谓空性，健康也好，得癌症也好，有钱也好，穷也好，在一起也好，分开也好，你都可以接受，那就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平等，就是我们要修这个。所以佛陀要我们发愿，愿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愿所有世界都变成净土。那你要这样不断的去发愿，而且去做。所以在这一点，特别各位是女性很难修行，因为你太执着爱情，或者在执着儿女，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你不平等。所以佛陀要我们走出自我，走出自己，走出自私，你开始去关心别人，关心世界，这才是佛教的意义。但是各位不能把慈悲只放在寺庙里面，整个社会，整个美国人的社会，整个地球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我们慈悲的道场，我们要用心用行动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都了解自己，所以你要开始改变，我要关心更多更多非越南人也好，其他生命也好，这样你才可以走出自我，慢慢了解慈悲是什么。像我来美国，我就把自己认为我就是美国人，我就是美国的黑人，我要对所有的不管是黑人白人都要负起责任，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学佛了，他们不懂佛法，我要想办法去把佛法给他们。所以我经常去教堂，天主教堂去念经，念给耶稣，念给圣母玛利亚，因为他念他，我把功德已经放在里面了，他去念他就得到我功德。所以所谓空性，就是我们是一体没有分开的，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
所以你在念佛诵经，你要把你的功德念到太阳里面去，那所有照到太阳的都得到你的功德，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要跟太阳合在一起。像各位会念大悲咒太重要了，美国总统要颁奖给你，你会念大悲咒，但是你要跑到大水湖大湖泊去念大悲咒，让所有的河啊海啊湖都变成观音菩萨的加持，让他们喝到水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要以大慈悲心去念大悲咒。所以所谓空性就是没有我，只有你，只有世界，让我们跟花跟太阳跟水跟地球合在一起，那你就超越了自我的痛苦。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这个自己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叫无明，也唯有众生世界才是我们快乐的根源，要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所以各位要为了要慈悲帮助众生，所以我们要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有这个菩提心才可以消除你自己轮回的痛苦，有了这个菩提心就可以把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变成一个黄金的身体，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利益众生。所以从今天开始，各位，你看到一个漂亮的花，你千万不要说我在欣赏，你要马上说念这个漂亮的花全世界人都看得到。你住了一个漂亮的房子，你要这样观想，那这个房子愿全世界的众生包括动物都有一个快乐的房子。你坐一个车，你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有一部好的车来保护它，你要一直这样想。所以自私的心会像火在烧你，很痛苦，但是如果你升起一个大悲心，就像太阳一样，自己也得到阳光普照，别人也得到阳光普照，你自己烦恼也消除，别人的痛苦也消除，所以要做太阳的慈悲，不要做自私的火去烧自己。所以佛陀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种慈悲的爱，爱才是生命的真理。所以每个人要变成太阳一样去爱众生，变成水一样给众生喝，变成桥一样给众生过，要把自己奉献给众生，要升起这个想法，叫南无大悲观音菩萨。所以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爱，就是慈悲。因为我经常在机场有很多外国人问我，你们佛教在修什么，在干什么，但是我只跟他讲，佛法就是爱你，关心你。所以我在这边念经回向给所有的机场的人，我在这边念咒希望所有的人走过都得到快乐，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但是什么是最妨害我们的慈悲心呢？那佛陀讲就是自私，我甚至是恨爱生气，那你就会伤害你的悲心。所以有一句话，慈悲如大海，智慧如虚空。当各位开始练习散发爱跟慈悲给任何一个人的时候，虽然你不会讲英文，你不会讲越南话，但是我的心可以对对方慈悲，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像天空一样，没有黑暗，没有痛苦，心里自然就打开。所谓慈悲就是要服务别人，服务众生，而不是说每个人都来出家，你做老师，你做医生，你开餐厅，你做电脑，那你就用一个无私的悲心跟智慧去服务对方，那你就是在修行。就像各位要喝水的时候，你也要用慈悲来修行，这杯水拿起来供养佛菩萨，供养大和尚，你要这样念啊。然后呢，要喝之前滴两滴，布施众生，他们都有水喝，然后自己再喝，那你这杯水就叫甘露啊，有加持。就像现在冬天到了，各位穿衣服，你一穿衣服你马上想，哦，我供养佛陀袈裟，希望众生都有衣服穿，不会怕冷，那你要把穿衣服变成慈悲。凡是这个世界上让你觉得很喜欢很快乐的事情，你都不要占为自由。你觉得这个风景很漂亮，这个音乐很好听，那你就马上想，
我要把这个最好的最美的供养三宝，我也希望所有众生都得到这个最好最美最好吃的，那就变成慈悲。所以任何一个东西都变成菩提心供养三宝，变成慈悲心帮助众生，然后你这个自私的我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我想修行最主要是把在法师身上听到的佛法用在你的生活上，对待别人就像你开车，不是说我不要被撞到，你要想我开车希望所有人都平安，希望所有人都没有车祸，那你自然开车也不会有问题。所以佛教我们要念佛，为什么要念佛？不要念自己了，不要再念老公念儿子了，你会很烦呢。你要念佛的慈悲，佛怎么对待别人呢？佛怎么帮助众生呢？如果你想到你自己，你又要自私了，你会痛苦。就像讲一个最敏感的，一个女孩子知道她老公外面有女人，嚯，她气得要死，你赶快念观音菩萨代表慈悲，我要原谅她，那个女人好可怜，这个叫念观音菩萨。你不念观音菩萨，你就会拿刀子把你老公给杀了。所以别人对待我们的是因果，你要接受，你对待别人的是修行，是慈悲，这就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各位住在加州会看到很多 homeless， 就是他们这些没饭吃的人，你要想他们有饭吃，而且你在吃饭的时候也要想到海里面的鱼、天上的鸟都可以找到东西吃，你要用一个慈悲心来吃饭。而且各位的爸爸妈妈不管是在还不在，只要要吃饭要好快乐的事，一定要想到爸爸妈妈。所以泰国人很好，泰国人挂个佛像，然后这边是爸爸的，这边是妈妈的，他们都挂在身上。在我们汉人也是这样，这边代表爸爸，这边代表妈妈。所以每次要吃饭的时候供养三宝，父母还要供养父母，这样一直想到他们。我觉得我们越南人也好，华人，我们的特色就是非常孝顺父母，非常孝顺祖先。也因为如此，我们适合修大乘佛教，因为我们才会了解众生都像父母祖先一样，也要对他们好。所以我每次到越南寺庙，我都会看到贴了很多往生者的相片在墙上，但是我也很喜欢在那边念，就是说每一个往生者的相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都变成阿弥陀佛，他们都变成观音菩萨，这样来念。所以每天都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以对待自己父母的方法去对待众生，这也是修慈悲心很快的方法。特别我，因为我出家是因为我的妈妈在27、28年前得癌症，然后我才发愿出家的。但是我发了愿出家，我读地藏经，结果3天以后我妈妈就好了，到现在还活着。所以我想各位也不见得你可以出家，但至少你妈妈生病，你可以发愿7天吃素啊，7天八关斋戒啊，7天短期出家，来回向我们的父母祖先。所以我们来念几句观音菩萨，希望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世界、地球、美国，特别有火灾的地方受苦的众生，都得到我们大家共修的功德。特别早上我听到我们大和尚在念大悲咒，哇，声音好好听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南无，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好，谢谢各位。
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今天是菩提大灯论的第二堂课。上次提到我们这次课程是从比较基础的内容讲起，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想要尽可能的讲的细致完整一点。上堂课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菩提大灯论啊相比于其他的阿底峡尊者所说的这些所写的这些著作更为殊胜的原因。之后呢又讲到了相比于其他的佛法论著，灯论为什么与众不同，这里列举了四个原因来说明这个灯论的特别之处。第一点呢，就是它包含了而且融合了佛陀的一切法教，让我们了解到啊，无论是显密还是大小乘法教之间呢，都是不违和，而且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解这个灯论不同于其他论著的第二个特点。我们通过学习它啊，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其实一切的佛法经典和论著都是实际修行的口诀。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佛经当中说啊，只有佛陀能够完全正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取舍之道，也就是能够成就正暂时和就近利益的方法。那么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和密续啊，当然就是最殊胜的口诀。但是呢像我们这种啊凡夫俗子啊，无论是智慧也好还是这个理解的力都非常有限，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很难凭着自己的能力通过个人的这种独立思考去了解和通达这些经论的内容。所以呢就为了能够就是更加的透彻更准确的去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得通过那些往昔古德圣贤所留下来的这个论著和口诀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样就会很容易的这样就会更加容易和更加简单。而且呢我们还因此能够更加直接的掌握和这个抓住那些经典密续当中的这个精髓和关键。要不然的话呢，让我们直接去看佛经或者一些论点的话，可能就会就很难看懂，那别说是就是
实际的操作了啊。噶当派的祖师卓姆敦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平时学了很多法，但到了真修实练的时候还要去找别的办法啊，那是不对的。这个呢就有点像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学做菜啊，比如说菜谱或者教学视频，就像是佛经论点啊，是校正，那么我们得亲自下厨，自己去操作实践去做这道菜，这就是正法。那好不好吃呢啊，就是有点像你的境界。所以呢要学会做菜，纸上谈兵是不行的。就算是把这个菜谱倒背如流啊，也是你没有办法吃饱的。得要自己真的去厨房动手练习才能真的学会，这就是修行。接下来呢就是登论的这个第三个特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直接领会或者说是体会到佛陀的密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明白佛陀的这个观念到底是怎样啊，或者说是它的用意是什么。那当然呢这个佛陀的这种观念和思想当然是非常深奥不可思议了，但是呢由于这个登论啊，它囊括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的广泛啊，又很完整直指观要，所以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体悟到这种佛陀的密意具体的原因和内容。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原因和内容呢我们就是先不要多说啊，后面我们随着这个登论的学习呢就会越能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就这里就先不用多做解释。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登论的第四个特点啊，概括来说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自然而然的避免和消除一些慎重的罪业。什么叫做慎重的罪业呢？这里我们要注意啊，这里说认为佛法有大小乘之分，或者说大小之分，就会造成谤法之罪，指的不是说我们去这些分类佛法的意思啊，我们去这样分类佛法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有些人认为啊大小乘有高低之分，或者尊卑之分啊，或者说是有看不起轻视小乘，或者对大乘有一种优越和这种骄傲的想法的话呢这样就会造成谤法罪。大小乘之间呢只是他们的这个针对和对象的目标不同，而针对的这个对象和目标不同。小乘呢只要针对的是自己的解脱，而大乘呢则侧重于这个众生的度化。他们的这个承担或者说是责任不同，所以呢两者之间呢其实并没有好坏或者优劣或者高低这样的分别。如果想要学习佛法的话呢你想要有所成就更要就是利益众生的话呢，那么就要就是两者兼备缺一不可。就是登论相比于其他的这些论点与众不同的四个原因，也就是四个特点。
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大家今天能不能给唱了呢其实这里说这不记得但是我就打算说呗让大家给我冲当真不给那么的他独居起来但没办法他就不清楚那么的他给不起来他假设那年他给不起送给我的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continuing from this morning we looked at a brief presentation in this textOf the lesser and intermediate paths, and now we come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greater path, or the path of the greater individual, which occupies the greater portion of the text. Give a chung with a lamb, dear.
시숨기 다스 무슨 사람이라도 컴숨 사람이라도 땅도는 코와디 동해외라 신인바 동해외라 신인바 제 때네 아니 다 타바 되느냐 근데 그건 기분 증을 남 때문에 말해서 다 기분 침표 남대 동인이 손도 주고 관해 근데 시바다 시외 탄인을 최외게 탐지 개명 공방 타야지 땡겨 여부인 말해서 In this text, the path of the lesser individual or the lesser path is presented as fundamentally the abandonment of all wrongdoing motivated by fear of the suffering of lower rebirth. In detail, there are a lot of aspects or practices to this path, but here that is what is presented about it. Correspondingly, the intermediate path is presented as the path of someone who seeks liberation from all of samsara,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all of the three realms or three levels of existence, in short, all of samsara, are states of suffering. In contrast to that, the greater path is seeking the achievement of omniscience, a state of Buddhahood that is beyond both samsara and nirvana, through a path that is the integration of emptiness and compassion.他在那基本上没那么点不听了，他电视上没音乐，听不得了。三百成熟说不什么给吧？他有话成熟给什么？光把啥子？电视你要的是？在那三百，他当不电视听不三百成熟说不什么给吧？听了呀？要切不移民呢？你养的养的，他不得工作成熟给什么光吧？他，你把这天堂成熟给什么光吧？那怎么你养的养的是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greater path here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of which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vast intention of bodhicitta.And bodhicitta itself is presented in two sections, the cultivation of relative bodhicitta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bsolute bodhicitta. Then you know that I'm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e same. Go on, Adi. Then you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e same. Go on, but then you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e same. Then you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e same.说了个猪吧，汤面对你打了几碗了，满了多呢，让你继续吃。但是他也是不是这些些，成就是不是也是哪里？猪鸡巴的，东岩马路大厅对了，就早班上去身边什么的冲。但是到底先给东岩他养大几碗，也是哪里 ？The presentation.With which we begin this afternoon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relative bodhicitta, which occupies two stanzas. These are both found on page 24. These are stanza 10 and stanza 11. Stanza 10 says, from beginningless time, my mothers have loved me. If they suffer, how can I worry about my own happiness? Therefore, in order to liberate sentient beings who are boundless, who are infinite,To give rise to bodhicitta is the practice of a bodhisattva.